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郭偉强议员，你就先系咪有一句说话话我系垃圾啊？我开麦讲，我自己同哦，你，因为我听到你望住我，指住我话系个垃圾，系咪啊？睇底。OK。你嗱，对唔住啊，我觉得呢句咧你系冒犯我嘅，就算你唔系开麦讲到，你愿唔愿意收翻呢句说话？主席，如果你听得清楚，你只耳咁灵嘅话，我系叫你唔好扮垃圾，俾翻少少尊严自己。不是说你是垃圾啊，并没有说你是垃圾。郭议员，我觉得你这句呢都是冒犯我的，是违反议事常规的。是冒犯你自己的，因为你自己心虚。不是，你愿不愿意收回先？我想问你。我不会收回。好，工作人员请郭伟强议员离场。阿姐，嗱，我首先第一個要講嘅咧，就究竟呢句説話有冇違反議事規則，係嘛？作為一個法案委員會嘅主席，有冇權驅逐呢一個議員離場啊？咁呢個第一個要講嘅。第二個要講嘅咧，就係點解作為一個法案委員會嘅主席都可以驅逐議員離場咧？呢個係你屌你諗乜民主派啊？即係自作孽啊！唔係自作孽，而家佢趕緊翻人添啦！我講之前啊，之前係咪自作孽先？咁我哋之前自作，而家報仇啦，可以係嘛？咁所以大家覺得好撚高興啦，出咗一啖氣啦。咁啊，見阿陶謹申咁撚威武，趕走咗呢個郭偉強，跟住就認為呢個即係逃犯條例修訂案呢場戰爭咧就小勝一仗啦。咁如果你真係咁樣諗咧，你係輸撚梗都得噶啦！我話俾你聽，我知道有啲泛民嗰啲台咧嚇，嗰啲咁嘅濕鳩台咧，好撚 high 爬咁啊！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就輸撚梗，係咪？你咁樣做咧，你就俾建制派咧，佢呢鑊一定同你屌你老母攬，即係攬撚住死嘅一定。我話俾你聽，係咪？喺同日，即係琴日啊，呢一個財政預算案即係進入二讀嘅階段係嘛？咁你又好似嗰陣時我哋喺度嘅時候，長毛要拉布咁啊，喺度響鐘啦。你拉布唯一嘅絕招就係響鐘。咁跟住啲建制派有啲唔知周鳩咗去邊，咁就俾你有個機會留會。咁係咪代表又係勝咗一仗咧？屌你老母！蘋果大字標題泛民主派贏咗兩仗，哇！真係巴撚幣。咁啊好啦，真係恭喜你啊，繼續贏啦你，係嘛？你有本事懟撚冧呢條條例咧，我就話你好嘢啦，係嘛？你而家仲有啲咩抗爭方式啊？除撚咗，即係有個陶謹申喺度啊發威趕啊郭偉強出去，係咪？我哋如果反對過去建制派嗰啲事務委員會或者法案委員會嘅主席係亂咁講啲泛民主派或者反對派離場嘅，我哋同樣會反對陶謹申呢種做法。你哋就唔係。我屌你老母，你永遠都係雙重標準嘅，係咪？人哋趕你，你就話佢唔撚啱，係咪？咁我就話你抵撚死，因為呢條條例係你贊成嘅，呢個修改議事規則係你呢班撲街贊成嘅 ，OK？ 我咪身受其害，俾啲事務委員會主席趕出去咯，係咪？係你哋造成嘅，你哋自己去屌你老母去自閹。好啦，而家咧，你有個機會，你趕撚咗我出去，你就洋洋自得，以為贏咗一仗，呢個係咪悲哀啊？唔單止係悲哀，係羞恥嚟噶嘛？呢個係。你喺度壓制議員嘅言論自由嘛？等於係啱唔啱？如果你認為我哋當年因為呢一個修改議事規則，令到事務委員會或者呢啲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可以驅逐議員離場嘅話，佢講啲嘢唔啱聽，或者呢個仲離譜係冒犯我哋嗰啲俾人講咧，仲係喺度搗亂俾人講喎，嗰個係行為不檢喎，係人哋話你扮垃圾，你唔啱聽趕人出去喎，你係咪壓制言論自由先？同樣的標準就得噶啦！我講呢啲嘢，你話我收共產黨錢得屌你老母，係嘛？得唔得？唔撚通噶嘛？呢個係你陶謹申憑乜撚嘢一句扮垃圾要趕人出去咧？你話俾我聽，我喺度掟嘢掃場
屌你啦，咩差唔多，即係有機會傷害到人添。嗰啲膠片啊，飛到周圍係，人哋趕我出去，我都唔撚瞓啊，係咪？更何況屌你老咩嚟講句扮垃圾，你趕人出去，你就洋洋自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係呢個其人之道係你老母你發明嘅，屌你老尾，你班咁家產真係係咪人嚟㗎呢？咋係咪？呢啲嘢只有黃毓民會講嘅啫，冇人會講嘅，你明唔明啊？建制派又唔講得，我藏把劍春，話佢自己有份修改呢個議事規則喎，佢又有份成日趕人出場喎，而家俾人趕撚翻，咪抵撚死啊？係嘛？呢個叫作法自弊，又可以送四個字俾建制派呢啲冚家產，叫作法自弊。咁但係民主派，如果你因為咁樣而覺得小勝一仗、洋洋自得嘅，你就正冚家產。因為你覺即係、你覺得呢個閹割議員嘅發言係一件好事，只要係對呢個建制派議員就做得啦。即係好撚簡單，屌你老母！你打嗰啲敵人就啱啦，打自己人就唔撚啱，咁就咁啫，係嘛？呢啲嘢只有黃毓民會講，邊個會講？你話俾我聽。建制派唔會講，你班咁嘅泛民主派唔講，蘋果禮更加唔會講，係嘛？蘋果禮呢輪威啊，屌你老母兩日做頭版啊，Yellow Journalism， 屌你老母再一次話俾大家聽，只有呢啲咁嘅屌你老母死人冧屋啊，搞人家殺人亡嘅新聞先救撚到你。蘋果嘅啫，其他嗰啲救你唔到噶啦！你日日乜撚嘢，屌你咩佔中九子，啊俾幾多光環佢，你都救唔撚到你噶啦 ！OK， 好啦，跟住我要講嘅就係、究竟有冇違反議事規則，同埋你個主席做呢種咁嘅裁決是否合理？嗱，琴日嗰個場合叫做咩咧？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括弧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咪水車都入嚟唱，因為條法例係咩法例就一定要好清楚，然後嗰個法案委員會就呢條法例嘅法案委員會嘛，所以而家只能夠簡稱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啊嘛。如果你起標題大禮幕啦，點起啊？起唔到㗎呢條標題。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括弧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但係個精髓喺個修訂呢兩個字啊嘛，唔喺嗰個逃犯條例度啊嘛。因為原本已經有呢條條例嘅，咁而家加呢條法例就加咗一個2019，然後後邊咧括弧修訂就咁簡單啦，係咪？咁好啦，當時點解會有陶謹申主持會議呢？因為即係根據呢個內務守則咧，就係要由一個最資深嘅議員咧就去主持。即係呢一個法案委員會選主席啊，呢一個環節選咗主席之後咧，就由法案委員會個主席去主持啦，咁樣。咁啊，結果就因為驅逐郭偉强離場咧，第一次會議咧就散場啦，係嘛？咁啊，跟住都係要開噶啦。咁下一波你陶謹申咪繼續趕人咧？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阻止呢、這個方法嚟㗎，係啊！阻止呢、這個呢一條修訂條例草案喺法案委員會嘅，即係其實唔可以個再延長啦，即係法案委員會時間可能會長咗啦，開咁但係屌咧，人哋可以快刀斬亂麻喎，咁啊，跟住下一步就送去大會喎，大會恢復二讀嘅時候，嗰、那個又另外一個戰場嚟㗎喎，係咪啊？都有一段頗長嘅時間，咁政府預計3個月，我覺得3個月未必得啦，係咪？唔理啦，係嘛？咁你係咪到下一次開會，你又係照版主碗咧？就我就真係好有興趣知道。就再講翻呢件事。咁頭先睇到段片啦，佢話你頭先係咪有一句説話話我係垃圾啊？咁樣咁後尾即係郭偉强就話咧，佢話如果你聽得清楚咧，你隻耳咁靈嘅話咧，就我就係叫你唔好扮垃圾，俾少少尊嚴自己。咁呢個扮垃圾，佢而家裁決都係對我冒犯。咁對我冒犯咧，就係因為你發表即係你使用冒犯性或者侮辱性嘅言辭咧，咁就主席就要你收翻啦。咁你唔收翻咧，就趕你出去啦。咁樣，咁就呢個其實係議事規則，立法會議事規則第41(4)條規定嘅。因為我最清楚嘅，屌你，我成日冒犯人嘅。但係個冒犯個定義係有邊個決定？唔係佢嗰個説話就咁樣嘅，咁由個主席裁決咯。即係佢覺得冇被冒犯。通常係譬如如果有議員投訴佢俾人冒犯，或者有個官員投訴俾人冒犯咁樣，官員好少投訴人哋冒犯佢嘅，就多數有啲擦鞋仔議員就代嗰官員提出嘅。係啊，你幾時死啊？係你幾時死啊？咁啊，主席話行政長官答到呢個問題。
嗰條條文就好簡單嘅啫，41:4，反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辭，即屬不合規程。嗯，就係咁啫。嗯，咁好啦，咩叫做侮辱性同冒犯性？就由個主席去裁決。咁好多時候我哋就用案例，嗯，即係之前做咗一個咁嘅裁決，呢啲係叫做 unparliamentary language，嗯，即係不適宜在議會使用嘅。譬如我講咗句撲街，以後撲街呢兩個字就喺議會唔用得嘅。哦，咁犀利。係啦，因為已經俾個主席裁決咗咧，就即係叫做 unparliamentary language，嗯，所以就唔用得噶啦。即係佢有案例噶嘛，係咪？咁，嗯，好啦，講翻有案例，點解要講有案例呢？就係，是。即係呢個所謂使用冒犯性或者侮辱性言辭咧，就即係話你對某一個議員佢嘅個人嘅質素品格形容為垃圾啊，咁有可能會構成冒犯性或者侮辱性言辭，唔單止個垃圾，奴才都得噶喎。嗯，譬如屌你咁，我試過講阿梁美芬去讀屎片啦，咁都佢都可以提出話我冒犯佢嘅喎。你明唔明？好多嘅，我講最多嘅，屌你諗我啲冒犯性、侮辱性言辭係好多嘅，但我從來未試過，因為你冒犯性、侮辱性言辭俾人講出去嘅。咁你話阿林鄭月娥上游心生越嚟越醜陰，算冒犯？冒犯㗎，佢可以話㗎，係咪嗱？因為呢個咧，呢一個41:4咧，係官員都適用嘅，你明唔明啊？唔係淨嗱，佢裏邊講咧就係講議員啊嘛，即係你立法會議員使用一啲冒犯性或者侮辱性嘅言辭，就使用就使用嘅意思對邊個使用咧？可以對官員，可以對議員啊嘛，你明唔明啊？係嘛個議事規則即係，所以官員你侮辱官員都係㗎。屌你太監咁，我都試過啦。我試過一次話，屌你太監讀神學，話你即係因為而家佢林鄭月娥要讀，唔係林鄭，阿林瑞麟要讀神學，係咪？我喺佢面前講啊，太監讀神學啊，屌你啦，真係。咁我知唔知點解？佢點會唔知？咁但係你冇撚得財我嘅喎，個主席冇得要收翻嘅喎，太監讀神學，我自己個歇後語就冇撚得救，係咪啊？冇撚得救，係咪咁樣噶嘛？係。咁你哋啲立法會議員冇黃毓民呢啲水平噶嘛？講條撚咩？係你有我哋啲水平咩？你冇噶嘛？我撲街，我背咗撲街，係咪？你要逐個俾我鬧撲街，哇！曾蔭權真撲街啊！曾俊華真撲街，你睇片啦，大佬係咪？你冇我啲咁嘅水準啊嘛？你明唔明啊？屌你老母漫罵咁，你咪梗會俾人裁你冒犯啦，叫你收翻啦，啱唔啱？嗱，垃圾呢個字點樣嚟咧？咁你陶謹生當時點解即刻可以做呢個決定咧？即係我唔知佢係咪記得啦，譬如喺1999年嗰一次立法會會議嗰陣時係呢個黃宏發，唔係黃宏發，1999年點會黃宏發？即係立法會黃宏發立法局嘅時代做主席噶嘛？啊，范徐麗泰，范徐麗泰做主席嗰次啊嘛，就嗰次咧就係阿程介南咁咧就即係投訴阿楊森，即係民主黨嘅楊森，就話佢幾次發言都形容佢同曾鈺成咧。所說的根本是垃圾，你講嘅嘢全部都係垃圾嚟嘅。咁呢句我都成日講嘅，垃圾我都成日講嘅。垃圾我講得最多嘅，幾乎係我口頭禪嚟嘅立法會。垃圾嚟嘅你係，係咪？鬧個官就係咁，係咪？呢啲講咩啫？全部垃圾咁，我成日講嘅喎，冇人裁撚過我，侮辱性冒犯性語言嘅喎。可能你講嗰時嘅語氣。喂，真係從來冇喎、啊！唔係，可能你講個語氣本身冇。唔係，我講自己嘅經驗就係話，你陶謹申呢個裁決係唔合理啊嘛。哦，係咪啊？咁好啦，當時嘅立法會主席點樣裁決咧？大家可以睇翻記錄嘅。佢嘅裁決就話：垃圾嘅言論呢個詞句不足以構成對議員人身嘅冒犯，就係咁啦。當時呢個係。范徐麗泰的裁決，但另外一次呢，我自己就親身體驗的了。在2016年，即係我哋有一次，即係陳偉業咧就用垃圾局長嚟稱呼劉江華，咁啊俾葉國謙咧就話佢喺發言嘅時候使用冒犯性語言，咁跟住咧呢個曾鈺成咧就咁樣裁決嘅。他說政府官員同議員享有同等地位，所以議員發言嘅時候就唔應該對官員咧。就使用冒犯性語言，咁就向陳偉業提出警告，就係咁啦。冇離場，冇離場。我舉埋呢個例啦，佢都認為你唔可以對啲官員冒犯，係嘛？咁佢即係間接裁定咗用垃圾呢個名詞嚟形容另外一位議員咧，就係、是。
違反了41(4)，咁但係佢冇趕人出場。趕人出場。其實嗰個都唔係裁決，佢係一個意見嚟嘅。佢係，佢話咧，政府官員同立法會議員享有相同嘅地位，所以議員發言嘅時候就唔應該對政府官員咧使用冒犯性嘅語言，咁樣嚟回應呢個葉國謙嗰個投訴，但係冇作出任何嘅裁決。嗱，我舉呢兩個例子就可以證明，你睇到片當時陶謹申嗰個決定係好快嘅，佢係錯嘅。這個是黃毓民在這裡說，所以他是垃圾。休息。